绕着一片新绿的天地渊瀑布，悬崖上铺有一条小散步路，幽静地坐落于此的就是赛奇金公园。在此处迎接大家的是四号作品，名为赛奇金公园的橘子状小巧玲珑的椅子作品。在象征济州的玄武岩石椅上，通过融化彩色玻璃，按照正好切成一半的酸甜可口的橘子形状制作成了椅子。通过制作13个不同颜色和形态的橘子椅，给大家送上可以暂时休息的休息空间。在建有赛奇金公园的天地渊瀑布悬崖峭壁周边，生长着包括亚热带常青树、胆巴树在内的各种珍稀植物，因此整个山谷都作为天然纪念物受到保护。沿着胆巴树交融的散步路，一起去欣赏一下下一件作品吧。